今天有这么多人来跟我们在一起，不但是你们自己人来了，你们的小猪也都来了，看起来很壮观，真的很壮观。我相信，今日全台湾拢在看咱这场啦，看我们小猪怎么样回娘家。谢谢，谢谢。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小猪在这里，小猪其实已经在台湾的民主的发展的历史上创造了纪录，也写下了新的咱的台湾的优质的选举的文化，是台湾选举的新一页。三只小猪代表的不仅是大家一份要来参与咱台湾民主发展跟民主选举的一份心，更加重要的是咱希望借用我们的小猪的力量来战胜这个社会里面不公不义而且是一个威权遗绪的这个体制，这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我们要让台湾的选举更优质，我们也要让台湾的社会里面不公不义的这些事情走进历史。来讲对不对？是不是？我要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尤其是这段时间以来，咱有这么多，咱的好朋友，不论在哪一个场所，不论是在哪里，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扫街的时候，都有看到很多人拿着小猪要追上来，要塞在我的手上，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份心意。他们要的是要表达对我们支持之意，更重要的就是说，他们要表达他们一个期待，他们希望这个社会会改变，会让我们的下一个世代有一个更公平、更正义的社会。啊，这段时间以来，尤其是昨天，是我走台十七线的最后一天。昨天我在台南拜拜的时候，尤其是在咱的妈祖庙在拜拜的时阵，我拜了一半，后边有人讲：“主席，主席，你抽到第一号呢，你抽到第一号了。”啊，我就在想说，我分到的真的是大家的福气。尤其是过去的四天，我们走台十七线，也就是我们沿海的25乡镇，这些的乡镇其实是台湾在今天经济发展里面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也是基础建设相对比较不足的地方，所以淹水、东北季风，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上的困难，
造成了我们很多沿海乡镇人都出外去做事业，去找工作，所以沿海乡镇有很多出外人，有很多出外的人，出外人的艰辛跟留在自己家乡里面的生活跟环境奋斗的艰辛，其实是我们25乡镇，我们沿海的这些我们的台湾人，他们每一天面对的生活的挑战。但是他们练出来的是一份坚韧的力量，是一个坚韧的力量。尤其是有一天我在布袋有一个晚会，布袋港的风真的很大，大到把我们后面的帆布的背景都吹掉了。阿兰的跨的海涛狼很勇敢地站到鹰架上，要再把它钉回去。这是一种海涛狼跟天、跟艰难环境搏斗的一个过程，也是养成我们海口人他们坚韧的个性的一项过程。阿瓦玛在回想，这就是我们台湾人在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所经历的一种奋斗的过程。台湾这是一个宝岛，但是台湾的历史的命运让台湾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刻都接受不同的挑战。但是我们面对每一个挑战，我们都会以坚韧的海口人的精神来面对，这就是台湾最坚韧的生命力的所在。今天我们的小猪在这里所凝聚的，就是台湾最坚韧的生命力跟最坚强的意志。因为我们要改变台湾，要让台湾走向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大家说对不对啊？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受到国家公平的对待，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很多弱势的地区，还有很多弱势的人，需要我们这个社会来集体关注，来集体来协助他们。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用小猪来帮助民主进步党，来帮助蔡英文。民主进步党也知道小猪所带来的人民的期待，所以民主进步党绝对会汲取教训。民主进步党执政之后，一定会以人民为第一，一定以人民的照顾为第一。我们会是一个实实在在跟人民在一起的政党，大家说好不好？好。小猪的运动已经变成是一种风潮，已经是台湾的一个社会的运动，代表的是台湾走向一个更优质的民主。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台湾的社会要打倒不公不义跟这种威权的余绪。这个事情，这个东西，我们叫它是大怪兽，大家说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用三只小猪打倒大怪兽。但是我们的大怪兽，我们所面对的大怪兽，竟然也现出他们的原形。今天除了小猪回娘家之外，我们也要记住，今天是国际人权日，也是美丽岛事件的纪念日。我们也看到随着选举的脚步越来越近，大野狼也真的忍不住了，不再继续假装温良恭俭让，他们已经在露出他们真实的面目，用扭曲、丑化跟司法当工具来打击，无所不用其极。这是选举的傲步，是民主的堕落。
几天以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对手跟部分的媒体集体在打击我，试图要谋杀我的人格。我要在这里跟我们在场我们的乡亲来报告，像宇昌生技这样的事情，这个公司的设立代表了台湾生技产业很重要的一步，并且为了国家赚进了10亿。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弊案，我们要问马政府为什么继续投资这家公司。很显然的，马总统为了回避他的执政不力跟他的执政的失败，硬把他抹黑丑化来移转执政失败的焦点。不过我们台湾人民和民主进步党长期以来都是在这个困境下走过来的。台湾的民主走得很艰辛，我也相信在今天我们台湾的人民有智慧，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政府真的做得很差，这个政府也在继续用他一切的不正当的力量在保卫他的政权。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用我们小猪的力量，用我们人民的意志，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明年2012年1月14号，我们改变台湾，换一个政府，让政党再次轮替，好不好？好，好不好？好，好不好？好。我有信心，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在我们的小猪的陪伴之下，我们的台湾人民会很有自信的团结在一起，打倒这个社会不公不义，这个社会里面的威权的余绪，还有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看到的民主的堕落跟政党的自我毁灭。我们也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1月14号以后，台湾会走向一个更好的民主，更好的一个国家。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我们一起来努力，来达到我们的目标，好不好？好，我们好，谢谢，谢谢大家，多谢，谢谢。各位台湾的主人，我们要陪同我们的小英主席，我们一起来打倒大野狼。大野狼已经露出他真人的面目了。我们现在在舞台的前方，靠近节目门的地方，我们有两颗大大的小猪气球。台湾的主人，我们的小猪一只一只，不论小只大只，全部做出来了。我们要用集体的力量打倒大怪兽，打倒大野狼，请大家一起帮忙推，帮忙推，用这个力量打倒我们的大野狼。每一只手，每一只手，都是一份台湾成长的力量，陪伴台湾，陪伴民进党，一起进入总统府，改变我们的台湾，再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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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再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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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各位，我们的蔡主席为了表达对大家的感谢，今天的人非常的多，但是主席还是要走到我们的人群当中，所以我们在中间的走道，主席要进入，先往右边，再往左边，跟大家挥手握双手握，请大家不要往前挤，挪出走道，让我们的蔡总统跟大家亲自感谢，感谢大家。用你的力量，用每一个筹码，每一分钱来支撑台湾的民主。好了，大家把手机拿起来，小鱼动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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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动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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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我们的。
会改变台湾，可以用金光的时代，他们小英主席非常的感谢，来收可爱台湾的名，用三只小猪，大家一起来对抗大野狼，来大家再来把台湾的名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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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总统，各位小猪的力量撼动天，大家的声音传遍整个台湾。感谢大家，用每一个力量，每一只手支撑民进党，支撑我们民主的制度跟价值。各位，蔡总统，现在再一次回到舞台上，跟大家挥手致意，感谢大家。我们也即将在蔡总统的领导下，我们要启动我们的三峡一号。小猪回娘家，我想有尊真大一个意义。咱今仔日大家拢笑眯眯，对不对？我看查某的安尼，大家搁愈笑眯眯啦。阮查甫拢总讲好啊，后手即三十五天，阮有查某人要拼一个无？替咱台湾人要拼一个无？啊，拼一对。总统府对不对？总统府内底即摆带一只大野狼对无？咱三只小猪，甲大野狼甲演到倒无？今日遮多，咱遮个时段，咱大家共同伫遮，雨嘛真大，天气嘛真冷，对这场个选战有信心无？对这场的选战有信心无？咱台湾人常在咧讲，讲若写作真战，讲叫做一刀战的，对不对？啊，咱这个蔡英文拼到第一路，对不对？即马票选出来讲，即马上行的一支叫做战，啊，若战就台湾人讲一刀战，就第一路的蔡英文当选，对不对？所以，咱今日风雨嘛真大，天气真冷。咱等一下，咱坐坐好朋友，今仔日咱来互相照顾，啊，咱展现咱台湾人即款温柔，啊，即款大家啊要合作伙，伫后手即35天，咱共同过来拍拼一下。所以今仔日小朱的一个回收，大家你甲外头甲看一下，到政府门呀，人吵吵吵，展现咱的意志。后手即35天，咱团结徛做伙。做咱蔡英文总统的后盾好无？恁搁拼一个好无？搁拼一个无？恁搁赢无？伊只大个人搁撑出来好无？上恁小英来总统好无？加油！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掌声给我们舞台上的小猪们鼓励，给他们加油，谢谢他们的表演，谢谢，谢谢我们高志鹏委员、庄淑汉委员、严胜旺委员，谢谢。